爸爸看，爸爸看你哦。先开巧克力。从这里好了，从这里开始。先开巧克力。从那里开始。加这个。慢慢来哟、哦，小朋友，小朋友，哇，不怕怕。慢慢来。你读了，再小心一点。你可以钻进去吗？哎呀，你摔倒了！这边你下不来啊，你忘记了吗？这边你可以下来吗？妹妹要排队哦。这里等一下，这里先让弟弟出来。快去，在车上。小心哦，那边有胖爷。好，那小心。妹妹，先他吧。等一下，小心一下。而且他小朋友，那个有弟弟要下来，你先下来，先下来。爸爸，我怕怕。对呀、啊，你就像你抓的东西，走。哎，我们要去，我们要去那个。好，你可以准备的，你可以准备的。等一下，我们等一下。有他的屁是不是？有你的屁屁。好，爬进去，加油！爬进去吧。好，看到了没？嗨呀，妈妈。好了，准备换你爬了。小朋友，嗯，你在跑步加油吧。像我这样的，很勇敢，要勇敢。你可以的，加油！爸爸，爸爸帮忙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爸爸帮忙，爸爸扶你屁股上来，爸爸扶，爸爸扶你，好，你加油！加油！我加油了！你进去的，你进去的。妈妈叫你过去。我小朋友呢？哎，应该去抢。你要挑一个溜滑梯溜下来的、啊，妹妹，你要挑这个溜滑梯。钟欣宇，这里这里。从这边溜下来吧。哇，这个溜滑梯不够滑。你去问爸爸，你不是说要走那个？爸爸在那里，你不是问？我要去玩，妈妈，我们要上。妈妈，这个玩具，小朋友，好了没？小朋友，可是我害怕。那个，这个要怎么玩？你想要，你等一下想去看鸭子吗？等一下阿梅过来的话，我们去找鸭子。慢慢走、哦。妹妹先让让，先让你。
你再爬上去一次吧。好，我去吃完那个一下。哥哥，到了。到时候问那个管理员的那个。你可能要先去问哦。对。妹妹，那是楼梯耶。你不好上面爬呀。我要玩楼梯。你要玩楼梯呀？那我等一下跟其他小朋友玩。不是啊，不要是你那一辆车。可是你走上去又不能溜下来。可是就下去。妈妈抱，妈妈抱。妈妈抱就好。妈妈抱。好，哥哥接下来，你们等等。继续玩，继续玩。不热，麻烦多一点。谢谢。等等，妈妈抱抱。对呀、啊，真高！阿梅可以看清楚。哇，那么高！小楼的最顶层。你会累吗？不会累。你会累的吗？不会累。阿梅可以看清楚我。那我去那边吧。等爸爸，不要走那么快。妹妹那边不可以带过去了，我们要去找妈妈的。我还要爬下去。但妈妈找不到妹妹呢。她只是不同的路而已啊，都一样。有三楼哎。我们会。她只是把它分开来。走啊，我们下去找妈妈。好。我要看看楼梯。妈妈，爸爸，我还想玩溜滑梯。慢慢走，去楼下了。慢慢走，我去楼下了。已经在下楼梯，楼梯是我妈妈。妈妈现在在下面呢。你想去找鸭子吗？鸭子，可是我还想玩溜滑梯。你看溜滑梯这么小，可有这么好玩呢？对，可是我还想玩。我一罐萝莉，红橙汁，不对，红萝莉。红橙汁。好，出去。